大家好，我是波波여러분안녕하세요波波입니다오늘은쪼이단어에대해한번정리할게요쪼사진에보면또뜻이되게많아요소리지르다부르다외치다블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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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당연한뜻을가지고있어요그럼지금은우리쪼같이한번정리할게요쪼뒤에이름붙었을때는오모라고합니다하는뜻이에요我叫王明我叫王明王明라고합니다한국신总统叫尹锡悦한국신总统叫尹锡悦叫앞에동물과사람나올때는울다짖다소리찌르다는뜻이에요猫叫猫叫고양이가울다狗叫狗叫鸟叫鸟叫새가직접귀다孩子大叫孩子大叫아기가소리찌르다그래서우리는에무슨소리예요또什么叫라고얘기할수있어요什么叫什么叫무슨소리예요叫什么呢이름뭐예요어떻게불러요아叫什么什么叫헷갈리지마세요그다음 A 叫 B 뭐한다 A 가 B 에게뭐뭐하라고했어예를들어老师叫我做作业老师叫我做作业선생님께서나한테숙제를하라고하셨어妈妈叫我吃饭妈妈叫我吃饭엄마가나한테밥을먹으라고했어姐姐叫我等她姐姐叫我等她언니가나한테기다리라고했어그리고叫도초대하다불러오다는뜻을가지고있어요특히우리모임때많이사용해요예를들어聚会的时候我叫了很多朋友聚会的时候我叫了很多朋友모임때친구들이많이불러왔어요叫또你叫了谁你叫了谁누구불렀어누구도왔어哎똑같아요你叫了谁他爱耍酒疯别叫他来他爱耍酒疯别叫他来可能술주정을잘하기때문에부르지마라别叫他来别叫他来叫이해하시나요이해하시면댓글남겨주세요또어떤문제좀알고싶으면댓글남겨주세요再见